七的第一笔，哦，七十四的，无啦，我就是讲七。错开，靠在一起。毛巾慢慢盖了，盖。哎，准备开火没？先开火，先开火，先开火。会有疑问，就是说为什么今年的时间会比较慢？那我们在开筹备会的时候，各个农会一致的反应就是说，我们交的太早了，他们觉得说他们从各地方过来时间上有点困难，需要我们延后半个小时，所以我们今年就顺应民意延了半个小时才开始，所以整个时间会往后延半个小时。我们评分标准分成四个项目，每个项目都是占25分。好、哦，第一个是外观的部分，那外观的部分就是请外观组这一组的那个评审委员，就我们那个竹笋的，今天参赛的竹笋总共有93件，然后就它外观看，一般来讲我们在看竹笋就是先看它有没有出青，那为什么看它有没有出青？就是说它如果有出青的话，它为了要防止它的天敌去吃它，所以它会产生一些腐味的物质，那对人来讲就是一个不好的，对口感是不好，所以这部分会扣比较多的分数。然后有没有一些病斑、伤口，或者是有被虫吃到，这些都要酌予扣分这样子。如果这部分都没有，或是很少的部分，就可以把它列作 A 级。那如果说有的话，就是可能酌量它是要列到比较差的等于这样子。那那我们鼓掌通过，就是那个副厂长担任我们今天外观评鉴这一组的那个评审长。好，那现在第二个是官能品的部分，也需要一个评审长。今天我们观澜品这一组的那个评审长就是我们的理事长，好、哦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那我们现在要不要先到会场？会场去。好、哦，好，那就麻烦各位了。麻烦老师，有些伤害被虫吃的动物是什么之类的？那九只里面会觉得很奇怪，打不下过来。7:00。
这一块先切掉，这一块直接切块，所以这一块绝对不是延续的，然后把中间这一块挖起来。旁边。电的水。这个现在不好听。看大家那么踊跃哦，来参加这个比赛哦，这个竞赛哦，那我想大家都很辛苦了，很辛苦了。那我评审也更辛苦哦，一下要评93个那个样品哦，说实在也是费一番的心力哦。而且最主要是款种差不多哈、哦，看起来都应该拿下比赛都差不多哈、哦，所以在评审的过程中啊，这样都很费心，都很用心在评审。那我们是不是？先请我们那个高副座先讲一下他那个，就说等一下，他那个外观品评部分，他们那个感想怎么样？格讲的颜色都会比较深一点呐、啊，哦，太淡了呐、啊，哦，那刚刚我听到我们主任他们讲说有几位，哦，今天送的太小了，哦，所以说被扣，不然的话他的品，我从外观看起来都非常好，但是就是因为啊、哦、送的太小只了。如果再晚个两三天，他一定会第一名。如果这个主办单位再换个三天，他那个哦会第一名。哦，但是我个人感觉呢，也是要提醒各位注意呢，这个水质里面那一些病害哦，尤其是那个 virus 哦，那卡文病毒啊慢慢增加，这是今年比去年呢唯一比较差了一点。哦，这一点呢提醒各位。亚军的部分，14号。五谷区农会吴国慈先生，83号士林区农会德春生先生，6号
泰山区农会徐瑞斌先生。最后，冠军59号基隆市农会陈宝嘉先生。好，恭喜啊，恭喜得奖了哈、哦。好，那就谢谢各位喽。好。